吴战，冯艳萍怎么样了？你跟我进来。说说吧，谁让你进火场的？我自己。那上一次呢？我自己。你自己，你自己，你怎么那么能呢？啊！ 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啊！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，这次把温以冰搭进去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，不够你折腾的是吧？吴战，我跟站里申请，起大股处分，用不着。现在卷铺盖，滚蛋，现在就走。 你别假模假式的，要打也真打呀。你醒了？哎，小领导，我这次来是专门来赔罪的。你姐这要是破了相，是不是该有人负责呀？是啊，哥，你会负责吧？ 他不负责谁负责呀？是不是兄弟们？就是。哎，一兵，你都不知道，西城为了你啊，可是煞费苦心呐！啊，别。